下潜抱腿摔，然后第一个别跨里面，第二的话身体不要让他进来，把头给推出去。哎，你抱我，你抱我。如果说你都看到哈，如果他抱我的话，我这边防摔很容易倒，明白吗？你一发力很短，所以首先要用这个手啊，先把脖子给搂起来，明白吗？一搂到脖子，他再发力的话就很难摔倒你。